新华社武汉1月12日电，记者黎昌正记者从武汉商学院获悉，购自国外的第七届军运会马术及现代五项比赛人马已在该校度过为期一个月的适应期，正式进入备赛调训阶段。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10月18日至27日在武汉举行。武汉商学院开设有社会体育赛马产业管理方向专业，被组委会指定负责马匹管理。武汉商学院马场作为军运会马术比赛场地，已于去年12月通过国际马联验收。据武汉商学院国际马术学院负责马匹管理的老师张亮介绍，这29匹比赛用马属于欧洲温血马，购自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地。去年12月11日飞抵武汉，这些马匹脾性温和，均处于7至13岁的最佳比赛年龄段，平均身高1.7米，马头高度超过2米，月杆高度超过1.3米。在马术表演时，能与骑手配合做出很多高难度动作。为照顾好这些马匹，由专业马工、教练、国外骑师和兽医组成的马匹团队负责饲养和训练工作。张亮说，作为工作人员，我们每天早上6:30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才能结束，晚上还安排人员值班，进行2到3次巡阅检查。这些马每天吃4顿营养餐，以甘草为主，金饲料为辅，合理搭配，还准备了胡萝卜、水果等小零食作为训练奖励。张亮说，马还享受洗澡、按摩、护理及毛发修剪等服务。据了解，这29匹比赛用马在一个月的适应期内同步进行了基础平地训练，进入调训阶段后，除日常基础训练外，还会安排测试赛，以保证马匹的竞赛能力。美国海军杜威号驱逐舰。环球网军事1月10日报道，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 UFN Arms 1月9日报道，据参与美军武器测试的相关人士透露，美国杜威号驱逐舰 USS Dream 去年夏天试验发射了20枚高超音速炮弹，据称美军计划使用这种制导高速炮弹来拦截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目标。据该媒体称，此次试验是在2018年夏天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进行的，试验是研究的一部分，为了证明海军可以把使用了40多年的舰上装置转换为对付载舰巡航导弹和大型无人飞行器的有效且廉价的武器。报道指出，这种高超音速炮弹最初是为电子轨道炮而研制的。据该媒体消息，目前美国海军使用导弹组合手段来对抗巡航导弹。据战略与预算分析中心工作人员克拉克 Brian Clark 称，这种导弹组合手段很有效，但也很昂贵。报道人引克拉克的话称，如果以可能在中东遇到的威胁为例，如果是低成本的巡航导弹或大型无人飞行器，目前我们有办法击落它们，这不需要我们发射价值200万美元的改进型海麻雀导弹 ESSM 或价值100万美元的海拉姆 RAM 防空导弹，因为甚至是最贵的高超音速炮弹成本将不会过期5至10万美元。该媒体报道称，美军还在研究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地面火炮上以及在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上使用高超音速炮弹的可能性。去年10月，美国第一副防长帕特里克沙纳汉称，美国正在积极开发高超音速武器，此类武器将比预期的更早投入使用。去年9月初，美国负责研究工作的副防长迈克尔·格里芬表示，五角大楼需要不超过200亿美元来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类似于中国正在开发的型号 Exovated Plus 7531。环球网军事1月17日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16日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月16日表示，叙利亚纳比季发生恐怖袭击，五名美国军人死亡。据此前的报道，1月16日叙利亚纳比季发生恐袭，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美军巡逻队经过时引爆了炸弹，联军证实有美军士兵在爆炸中死亡。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埃尔多安对媒体说，据我所掌握的消息，五名美国军人在恐袭中丧生，袭击共导致27人死亡，此事件的元凶是伊斯兰国，或许他们想借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撤军决定。卫星新闻通讯社早些时候的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经证实，今天的袭击事件已造成3名美军士兵和13名平民死亡，18名平民受伤。他指出，根据监控录像和目击者证词，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美军巡逻队经过时引爆了炸弹。此外，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确认美军士兵在叙利亚纳比季死亡，联军代表在推特上表示，美军今天在叙利亚进行常规巡逻时发生爆炸，导致美军人员死亡。此前路透社援引美国政府代表的话报道，爆炸造成4名美军士兵死亡。据土耳其 NTV 电视台报道，死者包括2名美军士兵、1名库尔德武装团体成员和9名平民。 Exovated Plus 7531。 作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无人作战技术走在世界前列，美军不仅将无人作战技术广泛应用在水陆空及航天武器装备中，还注重提升无人作战武器的操作性和关联度，达到更好的人机融合和机机配合。近年来，美军多份报告指出，无人作战是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相关技术将一直是美军重点研发领域，技术发展全面，美国将无人技术运用到军事领域已有数十年。
今年国防战略报告表示，国防部将在自主、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方面广泛投入，以获取军事优势。无人技术在美军各军种中均有应用，涵盖范围广，无人装备数量大，技术新，包括无人飞行器、无人航天器、无人水面和水下载具及地面载具等各领域。在各领域中，又细分出多种具有特殊功能的武器装备，这些武器装备还可以分为遥控或完全自主运行两大类。美国2014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写道，过去12年间，阿富汗和伊拉克冲突推动了美军战术和科技创新，四大军种和特种作战司令部均在越来越多的任务中开始使用无人技术，连年增长的无人技术研发经费也显示出美军对这一领域的重视程度。美国2019财年国防预算中用于无人技术研究的经费约为100亿美元，占全部预算约 1.4%， 同比增长 28%， 其中研发和采购经费各占一半，各军种均获得了较前一年更多的经费，其中海军以将近40亿美元的预算高出其他军种。在不同领域的无人技术中，无人飞行器所获预算最多，约70亿美元，反无人技术系统、无人水面及水下载具、无人陆上载具也获得不少预算增额。多种成熟装备，无人飞行器是美军使用最为广泛的无人技术。根据公开资料，截至2014年，美军配备有1万架左右无人机。此外，美空军对无人机的依赖程度也逐年提高。据布鲁金斯协会公布的数据，2013年美空军约有1300人负责操纵无人机，占全体飞行员的 8.5%。而在2008年无人机驾驶员仅占比 3%。目前美军配备的武装无人机主要包括 MQ-1 捕食者和其升级版 MQ-9 收割者等。据媒体报道，美军下一个大型无人机项目是 MQ-25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五角大楼已委托波音公司在2024年前建造四架这一型号的无人机。此外，美军还在研发一款无人驾驶直升机，并有望明年将这一技术应用在黑鹰直升机上。美国陆军很早就开始使用无人地面载具执行迷惑敌军、排雷或侦察等任务。美军2004年在伊拉克战场上投入150辆无人地面载具，2005年爆炸式增至5000辆。如今美陆军已开始研发包括无人坦克在内的战斗型无人地面载具。媒体报道，陆军希望开发一种无人载人两用战斗车，以取代目前的装甲车。这种新型装甲车会配备轻型武器以及小型无人机，帮助指挥官通过远程操控将部队投放到对方阵地前沿。美国海军的无人水下载具主要承载的功能包括情报收集、排雷、反潜、海洋研究、通信、弹药运输以及精准时效打击。目前美海军主要在加强载具续航能力上下功夫，下一代无人水下载具或长期6米单次航行时间30天至60天，距离可达1600公里，研发目标明确。当前美国正加紧无人水面载具、无人航天器等武器的研发应用，航空领域的无人装备最具非科技色彩。美国防部在与波音公司联合研发一款 X-3 型无人航天器，这款航天器看上去像是一个微缩版的航天飞机，共有两架。根据公开资料，这款航天器已完成4次试飞，目前一艘航天器正在进行第5次试飞。美军对这款航天器的信息讳莫如深，未透露试飞内容以及研发成本等。根据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公布的信息，目前有14个公开项目同无人技术相关，除新型无人机和无人水下载具之外，美军还在研制无人地下载具。这种载具可以在人造管道系统、城市地下道和山洞系统内实现快速识别地形、导航、搜寻等功能。此外，美军还着力开发不同无人设备之间的交互功能，这其中包括无人机集群技术和不同种类无人装备之间的相互配合。根据美国防部公布的2017至2042年无人系统融合路线图，2042年美军希望实现无缝快速的人机融合和机机配合，无人技术装备能够对网络袭击具备抵抗力，并可实现自主性网络防御。此外，美国还要开发出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机器浏览 Observated Outpost 7,500,031。 环球网报道记者查西，德国的 U 型潜艇已退出历史舞台很久，如今它又重现江湖。美国电视新闻网 CNN 1月13日称，人们在法国北部海岸的海水退却后发现一艘德国 U 型潜艇的残骸。根据法新社的消息，这艘舷号 UC61D 潜艇在距离北海加莱海岸的韦芬海滩100多米处被发现。这艘潜艇在1917年7月26日搁浅。当地导游文森特·施密特 Vincent Schmidt 表示，在低潮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这个残骸，我们可以看到它被侵蚀的痕迹。军迷网站 Aeroboat.net 援引德国军事档案馆的资料称， UC61 在迷雾中被困沙滩之上，船员自行将其摧毁以防止该潜艇落入盟军之手。虽然该潜艇被归类为远海布雷潜艇，但它也确实有甲板炮和鱼雷。在1916年7月到1917年7月的一年间， UC61 击沉或重创至少10艘各型船舰，但在1917年7月26日这天，它离海岸确实是太近了。施密特说，当时我们在英国和法国都铺设了涨潮网用来捕捉潜水艇，这些网离海滩很近，
Sailboat Nat 称，在把潜艇摧毁后，船上的26名船员都已投降，而潜艇指挥官格奥尔格斯直到1920年才成为渣俘。At Surveyed at Post 7531, 原标题，美媒展望2019中东局势，叙利亚也门和平曙光出现新乱局或在酝酿。据美联社2018年12月18日报道称，在中东迎来2019年之际，十年来发生在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伊拉克的灾难性冲突，在造成惨痛代价后，似乎正走向尾声。在这些冲突中，成千上万的人们已经丧生，数以百万的人口背井离乡，一座座城市完全沦为废墟，然而动乱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包括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避免了内战发生的国家，如约旦、黎巴嫩和埃及，